大家好，我是新会，来自新加坡。感谢 iTeam 给我这个机会，和大家分享产品的使用心得。5年来，我一直都被月事困扰着，最长一次长达6个月没有来。即使有来月事，量也是很少，少得很可怜，一整天都不需要跟他回神，脸也不会露出来。一直以来都觉得每个人可以来月经是比中乐透还要开心的事情。最困扰的是有时候有月经要来的感觉的症状，自己一直痛，但却迟迟都不来。年轻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了解的药物副作用性，只想赶快要看到效果。为了尽快想要看解决月事的问题，看到效果。我选择了看西医，西医给我的治疗方法就是使用荷尔蒙药，荷尔蒙药就是所谓的避孕药，所以我必须得每天服用，坚持服用28天的荷尔蒙药，停7天让月经来完过后再继续服用药物。医生也担心说药物的副作用，所以我每个月必须复诊量血压，自己过后也开始觉得，副作用，担心荷尔蒙药的副作用，所以就选择了更换去看中医。可是中医真的很难入口，很难喝，所以没有那个恒心坚持下去，所以日子久了就忘记，就放弃了。但是问题还是一直存在，没有解决。之前我听我的朋友燕霞分享，说她在使用营养免疫学食品，所以我就向她咨询。那时她推荐我服用燕莓，喝了2个多月，发现越是改善了，脸上的皮肤也变得白皙，即使晒太阳也很难变黑。越是的问题解决了。这就是我 before and after 的照片。越是改善了过后，因为之前吃太多荷尔蒙药，就导致一直在发胖。医生说，就连呼吸都会变胖。有一次，我和我同事一起出去食用晚餐，拍照给妈妈看，妈妈也竟然认不得每一个是照片里每一个是她的女儿，所以我便下定决心减肥。开始服用巧遇的时候，一直担心，害怕豆类的味道。结果尝试了过后，觉得很好喝，就很像在喝卡布奇诺一样，就爱上了巧遇。我只花了2个月的时间，每天用巧遇来代替午餐、早餐和晚餐的造型，根本就没有忌口，怎么食物。也没有做运动，就在2个月内短短的时间瘦了10公斤。现在很开心，每个月的月事都很准时，量也多了，排得也很干净。上班的时候，之前要上厕所的问题也解决了。之前我有去做妇科检查，医生说我不会排卵，但到近期。上个月我再去做了一次检查，医生说子宫还有卵巢都很健康。使用了燕莓过后，我发现，因为我是做销售，要经常往外跑晒太朋友都说我反而变白了，因为我可以没有想到那么好的效果。以前年轻的时候，什么都想尝试。只要看到效果，但没有想到后果。现在透过营养免疫学，只有透过营养，让我们的身体拿回自己的工钱，帮我们工作，才能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健康、更漂亮。如果在线上的你还在犹豫，希望你听了我的分享，就赶快来一起体验燕麦和巧遇吧！谢谢。